有人想玩吗？没有，不想不想不想。这么简单吗？不是这么简单吗？就这么简单。哥们儿，哥们儿，哥们儿，干啥呀？哥们儿，哥们儿，这啥呀？哥们儿，这啥呀？哥们儿，哥们儿。你们别把我的设备给弄坏了。门关上了，兄弟，出不去了，怎么回事啊？这个设备经常出故障，最近啊就一直在运转，调试一下啊，看看能不能让它动。好好好，哎好啊，你回来了。我再也不找第一个了。你们是新来的吧？对啊，才来工作。我有个哥们儿昨天来叫陶好，认识不？陶好，你们问陶好好，你认识啊？那你们问对人了。他经常来我这玩，是吧？他经常跟我聊一些心事，他跟我聊了很多，我也听不明白。我就让他去那个情绪宣泄馆去发泄去了。我说你把心里话呀都冲那儿喊出来，正好那儿可以把声音记录下来。哦，如果你们对陶好好的事情感兴趣，你们可以去看。行行行，谢谢啊，谢谢。你好。需定期打开管道口，对管道进行清理维护。管道口开启方法：按下开始键可启动高空灯阵，高空灯阵将持续亮起五秒。需将灯阵中亮起的灯点在屏幕上一一对应点亮。哎，我想问一下，这个灯是从哪儿看啊？不是高空灯阵吗？是不是在上边才能看？不是，我知道了，我们要坐到这个上面，然后去看的。对，高空灯阵嘛。我猜呀，是应该要坐到上面去看那儿，然后告诉下面的人。不，对吧？每个人记一行，都要上去，都要上去。他一分钟更新一次，肯定得有人在下面按。可以也可以，但是我们也得下来了才能给你说呀。你直接在下面就可以说呀。我就不上去了，我在下面按吧。你告诉我，我可以在下面记呀。他也要记，要你记啊？我也能记。走吧，六个人走吧，咱们走。我就去一个人就可以了。听队长的。一起的。去一个。听队长的。咱们去一个吧。听队长的。不然一会儿可就是单人任务了。哎，一会儿所有单任务全让他做。那个你好，哥们儿，这个能玩不？要开管道是吗？对啊，那我可以送你们上去。哎呀，哎，送。先玩一会儿呗，这个慢得很。我倒不觉得这个慢，我这儿不想上去。这有什么可怕的？对，那你不怕，你先上去看一下呗。你试一轮也行，至少得一个人陪我。那李金燕陪你吧。别怕，来，就咱俩了。好了，我俩已经完成一个任务了啊。哎，那其实我也可以去看一下。那我们仨完成一个任务了，小黑屋一会儿就是你们了啊。小黑屋一会儿就是你们了啊。哎呀，来都来了。高空灯阵在那玩意儿上面吗？如果这个灯阵在这，也就意味着我们得到那儿。别再说了，动摇军心者斩。不好了吧？准备好了，石凯帮忙传递，好吧？好。开开心心的哈，松哥。我让你们看看，我是有点觉得我不恐高。哎呦！等一下，
太高了，他不会直接下来吧？哇，太高了！啊，不行，太高了！不行了，我不行了，我不行了！不是太高了。高空蹲阵，我不行了，太高了，连体。哎，没亮啊，这没亮啊，这没亮啊！哎，开始了，我说下面要按，我说快按，我说开始。哎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啊！哎，看不到，第一排十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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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第二排四个，哪十个哪四个？二排四排十，不对不对。我有下去，我错了，你给我放下来吧。我记好了，我要下去好了，可以下来了。让他们捋一下该怎么说，这样肯定听不清。下来下来，先下来。他那个下坠感挺强的，我的背都湿了。我也是。给我放下来，我在上面没用，我眼睛都睁不开。我让你们看看，我不恐高。哇，太高了！我不行了，我不行了。我让你们看看，我不恐高。兄弟们，是这样的，你们在上面很乱。你说了十个，哪十个？上面一排有十五个。就对一下，对一下话术。我说的十就是第一排的第十个的意思。那个，给我放下来，放一个人下来，放一个人下来。那咱们一人看两行吧，我记一二。哦，三四。我料，听我指挥。第一排把它说完之后，就说确认，然后就我们就换下一排。确认就是 over 的意思。好好好，对。你们说，好了，开始，我就确定了，就开始了，好吧 ？OK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准备好了。准备好了。开始。一二三，三十五十四十三十二十一。说，第一排三十一，确认。啊啊啊啊啊！第一排三十一是吗？对，三和十一确认。第一排三和十一。第二排，第二排二四多少？看不了了，我不敢看了，我受不了了。哇！二四三十二，十和十二。二四十十二，第二排二四十十二，对吗？确认，确认。第三排，第三排也是二四十十二，对，确认。第四排，第四排一二四六十十二，确认。一二四六十十二，第五排。七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五七九十三十五，第六排第六排，第六排，四五六七八八八十四，对，还有吗？没了，八十四。哎，对了对了，哎，对了对了，对了对了对了，下来吧，下来吧下来吧。
太轻松了。你先，你能不能等离开这里再说？我要离开这里的第一秒，我再说这话。因为平时我自己也不会做这样的项目，这一次因为是队长，就必须得领个头，想第一个任务带大家活跃一下。越升越高就越来越怕，还得看那个灯去记那个东西，就还挺吓人的。会不会是你的原因呢？你一上去就失败。我一句话都没说，这都能怪到我身上。我全程闭眼睛，我连那灯都没看过。那你为啥上去呢？上去后面不就不用做单人了吗？我就算做了个任务了吗？做了吗？做了。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甭管，我做了。